TWICE 九个人一起上综艺节目，每个人都在节目中玩得很开心。还被要求学僵尸跳舞，玩得太起劲，子瑜还差点失言。OK, ready? 준비?네하나둘셋随行发音太像韩国的脏话，子瑜差点出口成脏，索性解释完，大家都松一口气。不过子瑜失言也不是第一次。정말지겨웠어요讲成无聊，意思天差地远，惹得全场哈哈笑。不过子瑜上综艺节目这个动作，网友纷纷怒了。다리중심잘잡았지하나둘셋하나둘셋就是这个动作，主持人一秒跳上子瑜的背，让观众立马傻眼。网友也说，子瑜穿短裙又未成年，看了这个画面实在很火。子瑜感觉像是被吃豆腐，还有人看到想翻桌。虽然综艺节目制造效果，不过玩得太过火，恐怕也会惹来争议。记者黄星辰、罗一静台北报道。